其实被撞的当下呢，其实真的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碰撞痛疼痛的感觉。很多乡亲都跟我说，其实妈祖是在帮助我保佑我。你说我的福德宫，我的福德宫。阿伯顶红标，这么爽哦。其实被撞的当下呢，其实真的不知道，因为那时候完全没有碰撞痛疼痛的感觉。然后是事后我们的摄影师郑杰元先生啊跟我说，议员你被撞很大力呢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我说啊，真的哦，我有被撞哦。所以看了影片才知道，哦，原来我的冲撞的那个力量是这么的大，但是我一点感觉都没有。对，是很像被温柔的接住，没有想到在成千上万的人之中，我就是那个幸运的那一个被妈祖碰撞。那很多乡亲都跟我说，其实妈祖是在帮助我、保佑我，让我可以在我可能过去的生产背景中啊，来做一个翻转的动作。那希望呢，我也可以跟着妈祖的脚步，一起服务万民，让我们的社会越来越好。
哎，小孩，你先别忙着。